道的慌张，我想抬头暖阳春草，你给我简单拥抱，我想踩碎了迷茫，走过时光，睁开眼你就会听到。唱歌，唱的动情了是吗？嗯，不哭。我在那边收拾。小四郎这个房间的阳台也被我脏了。不要管他，累了。我有这个事。给你擦擦眼泪。等一下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想到刚才我们聊天的一些事情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想到我刚才就是刚才开播前就是小杨的爸爸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反正就是很有共鸣吧。然后刚才就是我们情绪都不怎么好，然后刚刚就只是开播前还在想今天要不要播。不能说啊，耳机戴。我这手上一股那个五脏的尿骚味儿，我洗洗。嗯。没有，我本来就觉得好了，因为就是，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小杨的妈妈不是知道我们的事情嘛，然后就本来是觉得就挺好的，然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，我就觉得很幸福，就是。我觉得双方的父母都知道，就是我们彼此的这种关系，然后，那叫我们连线连一下吧。